手，你要自由走，我要自由好好过。张惠妹实境处女秀就献给周董，天王天后梦幻联动合唱解脱。天王周董和天后阿妹的梦幻联动就在最新一集《周游记二》。周杰伦临时就刚下飞机到墨尔本的阿妹，她也说走就走，实境处女秀就献给好友周董。两人跟在车上飙唱多首经典歌曲。你今天要带我出来去哪里？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跟你的歌有点关系。歌有关，听海哭的声音。这也太好猜了吧！晨曦的，就是海边了，海边啊，海边，哎呀，太聪明了，太聪明，破梗好不好？没错，就是海边。我们现在去海边的餐厅。你是听海哭的声音。哎呀，随便这样来一句就那么好听。还好意思，真的，我真的，一听他唱，我更紧张了。不要紧张。紧张的时候会怎样？你知道吗？我紧张的时候就会唱歌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。你们都是用清唱的，不是？不是会有什么音乐这样？你要音乐是不是？有音乐吗？有啊！你有在车上唱过歌吗？有，不是说那种自己开车唱歌，是这种像录节目这样唱的。没有，就是这个是我第一次。这我要来一下吗？一起啊！这是男生的 key 还是女生的？像若结局一样，有天主在想我。这是男生的 key 啊？不是啊，现在就知道了。想想我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一起来，假装。OK 哦。我不应该还和我分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我刚下飞机就要唱歌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喽。这时候不能拍手，讲话先快。看你好，哎呦，好哟。抓定心方向。世界的风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哇！不错的。你们这样考试，好紧张哦。你有点歌环节吗？我以前有做过，但是现在是就是把它变成主曲。点歌你会很怕人家点一些你知道？我点歌我真的很怕不常唱的歌，对我很怕，你知道？因为有时候乐手呢要准备歌曲，比如说歌曲有很多的时候，你又不知道他们要点什么，我就会很紧张。我是属于没有歌词我真的不会唱。我也是，真的，对啊。其实我如果不看，我还是可以唱，还是可以。但是当不看，然后这样唱，你就会心虚，说哎，对吗？这歌词是对的吗？然后再回去再看一下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有一次没有歌词跳，他唱到五月天的歌。觉得有可能，这有点夸张了，真的太扯。所以你们两首歌是很相近，是不是？